就对我来讲真的是比较难了、啊。然后我们把这个打完吧。嗯、都是枪哦、喔。嗯，都是枪兵。我想一想，我要组什么？好吧，我还是先用我最常用的惯例队吧。先来用我最常用的队伍好了。我先来用一个最无耻的队伍。学妹嘞，那为什么找不到我的学妹啊？学妹在这里，靠腰，难怪。哦哦，学妹在这里，我还觉得奇怪，为什么找不到？看一下。那都是攻的话，就。啊，来看吧。不是，因为学妹已经在队伍里了啦，她就会在最上面，她会在最上面。我们来看一下哦，温泉树的游戏中心跟 Center， 后面一百楼，我觉得应该也差不多吧。我试试看吧。好吧，这场打完应该就差不多了。23万。干晕屁晕哦！お望みのままに。其实我记得可以抢吧，看谁倍率高而已啊。这个东西是可以抢的。お望みのままに。对啊，这个东西是可以抢的，没错。哎，强化无效是不是？干，错了，可惜，好吧。补血好了。それはすべての傷。全ての怨恨を癒す我らの故郷救援せよロードキャメロット星の宇宙に物見の見て落語の端から君に聞かせよ罪なき者の通りに
那我觉得应该也是不太容易输的、啊。他也，我记得他也没有什么集气招啊，是不可能直接放宝具啊。那现在是谁被盯上？没有人被盯上，是不是？没有人被盯上，就可以晕他一回合啦。他会不会解晕啊？有时候晕他怕的就是等一下他解晕，然后开招，那不会那么不要脸吧？然后就很怕他那边解晕开招是最靠北的。お望みのままに。了解。押し切ります。どうか。又强化无效，又强化无效，妈妈的，你们这些人到底有多么喜欢强化无效？召喚で御菩薩、私の力を、朝日の輝きを、青い活動だ。哇，这人在丢宝具耶！この辺り、維持した方がいいんじゃないか？倒れません。我也觉得他，我怎么觉得他一直在针对赖光呢？没关系，我只要开了一发宝具就结束了。有本事你不要让我开到宝具啊！告诉你，我 NP 现在是满的哦。先告诉你啊，哥现在 OP 是满的啊。干嘛又强化无效，又强化无效，烦死了。ご命令とあれ。お望みのまま。お好きに。哦，而且好痛哎、欸。天魔開開。外傷十波、知り合ったになるがいい。どうか。ふっ。沈む。做一波，马上点那么多东西，看起来怪可怕的。哇，那个毒好痛啊！那个燃烧。哎，小姐，不是我要说，你身上叠的东西会不会太长一串了、啊？你是有什么毛病没有啊？上来，换人上来用脸接招好了。この辺り、維持した方がいいんじゃないか。
けよう。あらあら、まあ、はい、承知いたしました。痛いですか。哇，还顺便开回避。对啊，对的，你知道没有，就血量差距啊，因为他血量够高啊。这种东西，还写多少？一万哦，哎，一万也不保险，先开好了。然后拉盾，好，等一下直接收场。好，我觉得等一下。该说我机灵吗？倒れません。比较麻烦是。是被集中目标啊，这算是弱体的一种，我把它加血好了，还能补过去。我干，他回避还在哦、喔，就先收掉好了。他回避如果还在的话。是可以让枪赖光上来收啦。哇，糟糕糟糕糟糕！啊，顶不住了。没关系。皇子太痛了，那要先把他打下去才行。还剩回避好几次啊，三次哦，刚好一人，你们刚好一人打一次就结束了吧？那个一人打一次结束掉好了。静まれ、召喚でオンボ殺。私。啊，完了，学妹要掰了，哈哈哈。我一刀把他砍死。孩子不让我打他、啊，其实是可以用解啦。我方针对是可以解啦，不过那个就还是一样，要先知道怎么打才行。不过就这样吧 ，OK 啦。啊，其实应该可以过啦，只要赖光宝具，只要我赖光。那个宝具插他脸上，一定就过了。但前提是要插到就对了。
鸡巴人下场了，阿干好痛哦！残酷に冷酷に。いいとも。ではそのように。哦，那个太烦了。この辺り、筋った方がいいんじゃないか？では、王の話をいいとも。ライコ、参ります。太烦了。星の宇宙に望みの。那你要过当然很简单，就是你知道这样的情况要过当然可以啊，但我现在当然只是想说现在就想办法把它打过去就好了。还差八万，应该可以的吧？哎呀，还有一万八！其实啊，当然如果这个可以重置啊，因为知道第一发打的死就可以重来了。啊，结束了！啊，结束了。可以啊 ，OK 啦。你也不能骂他，因为他如果是被目标指定的时候，你好像也不能去骂别人。对，啊，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有惊无险啊，其实也没有太惊，对，还 OK 啦。对啊，好了，收工了，收工了，好，今天就到这边啊，十二点了，刚好，等一下就来，可能先开一个创角吧。好了，谢谢各位收看，那我们今天时光到这边啦。好了，那各位就晚安啦，明天上班上课的人就加油啦，好不好？我的影片我会剪了再放上去，对，我基本上我会可能就是每时辰剪一下放上去，对，我慢慢放，可能就不会一次留，要不然一次三四个小时、六个小时太长，好不好？好，各位晚安了。好，狩猎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打啦，等一下可能也看情况。对对对，好了，各位晚安，拜拜。